方寸二有两招必练基本功，圈剑和转剑，这两招练熟之后就可以开始方寸二的练习。一撩，二洗，三刺，四圈，五点，洗剑随腰走，刺剑深浅探，后退时看着点地面，别掉到河里去。圈点转的基本功视频我已把它顶置了，想学的来我空间。